看到大家，所以我也觉得很不一样，很开心今天可以见到大家，谢谢。耶、yeah! ！Kiko Kiko， 笑眯眯。大家好，我是 GLA 48 Team 界李庆杰，可以叫我 Kiko， 谢谢。耶、yeah!。讲道理，不是我在开船，是好吗？是爱家开船，然后你开船船会翻的，不会翻，最多只是撞冰山，那个更严重。然后就关于你们刚刚 call 的前三个字，我就假装自己听不到好了。然后这次的 MC 话题，还是着重表扬一下我们的服装部，就因为我们 UNIT 的衣服其实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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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。特别是降落伞的，大家要好好期待一下。对，我觉得降落伞这个尺我都想。对啊，其实大家好像都很想哦，好想穿。对，都很想尝试一下。我也好想穿。看到降落伞的衣服，所有人都想去穿了，就这种感觉。谢谢。耶。谢谢你，谢谢大家，还有别忘了，谢谢蕾蕾。大家好，我是 GNZ48 Team G 的谢蕾蕾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新的旅程首演，耶！过来，然后话题是河北，那边有一个在喊呢、啊，再来，我们继续。地方的话，那就是有我们这群小仙女不一样。然后刚刚说到的大家都说完了，然后就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欣赏接下来精彩的东西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耶、yeah! 好，张狗张狗，一手把你抱走的抱走。GNZ48 Team G 的全员集，大家可以叫我团子，谢谢。耶、yeah!对了，刚刚。
那个 call 前面是什么偶像？键盘偶像。电台。电台。什么什么？电台。电台。电台。我听成了键盘偶像。好，然后，觉得哪里不同呢？就是，怎么说？觉得服装部的那个姐姐不同，就是怎么说？我们姐姐很强，又有颜值，然后又有身材，然后又会做衣服，啊？不止服装部，我觉得我们。对我们的所有四大部颜值，什么都很高，都很高。然后大家，对，然后不同的话呢，就是服装吧，还有我们的 unit 的调整。然后请大家接下来敬请欣赏我们的 unit 曲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。